Good. 少与人纠缠，多看大自然。我们现在在非洲的纳米比亚，在这里敬大家一杯。今天。现在当地时间5点多，每天睡得比狗晚，起得比鸡早的日子。不过我们比那些钓鱼的好，钓鱼的凌晨3、4点就起来了，我们还睡到5点钟再起床的。又坐这辆大巴车，我今天穿了好厚，今天还穿了这裙子，把它卷到里面，鸡蛋水果。老师呢？阿兄。来，你坐嘛，没地弄脏，来，不要干净。我们已经到地方了，又来到沙漠里面了。哇，好漂亮！加油啊！这天一下就亮起来了。要往里面走很久，我们是10点多到这边集合。差不多3个小时的拍摄。我现在在非洲纳米比亚的死亡谷。这风吹着这个沙真好看。一会儿就口干了。
像不像那个羊角？马上就离开这里了，我要弄点冰淇淋吃。哎呀，我可能吃了冰淇淋啊？对呀、啊，给生活来点甜。中午要多吃点。这边很荒凉，离开酒店就没信号了。坐在这里烤太阳，来到非洲不晒黑，回去就相当于白来了。我是今天忘了，就是去里面的时候忘了涂防晒，因为太早了，五点多起来就没那个意思。那你赚到了啊？那你今天把非洲的阳光都。